庭先生，他是我的好朋友傑澤奇果部，好高興認識你。你好，好面善喎，我哋係咪喺邊度見過？嚇，真㗎？你其实你一定是那种是不是都答是的人呢、啊、原来讲笑啫，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小的啫。行啦，山田先生，我哋行啦。系。我试过特登订位食饭啊，我都是学山田先生的啫。你哋相处得几好咁、啊？其实我哋冇嘢噶。听我山田先生，你平时好中意滑浪噶、啊。吓、啊？睇你个样唔似喎。嗰部啊，唔好咁样讲啦。其实我你咩玩多啊？我啊，最近的地方是千叶或者双拿。我是千叶。千叶就是千叶啊。千叶哪里啊？温州、圣保湾定是内保湾？内保湾。啊？哪里啊？是内保湾。啊？啊？内保湾啊？是。我认识一个朋友都在内保湾玩滑浪的，我未会认得他。我想去厕所啊！啊，你识咩点去啊？唔识。即系呢间餐厅大门就系电梯大堂，你行右手边嘅走火楼梯，落咗楼出翻地下大堂，今次又转左，见到电梯咧就入去揿个六字，咁跟住咧你一出呢就会见到间餐厅，你入去转右就揾到间厕所嘅啦。唔该。要行好远喎，好味啊！揾到厕所啦！不好意思啊，走嚟借你哋嘅厕所。哦，唔好咁讲，欢迎你啊，真。好味啊！好。唔好意思啊。翻嚟都系行同一条路啊？哦，系啊。山田先生，你份人真系好老实下喎。其实间唔中都会有人咁样同我讲啊！跟住做咩好啊？我谂系时候二人世界啦。只有咁样，山田先生先至唔会咁拘谨嘅啫。系，你讲得啱啊！但系咁点好意思啊？你唔使咁介意。系咁。点话点好？多谢你，我哋行啦，收息。おやすみなさい。哈，なんか騒がしくてすみませんでした。いえ、楽しかったですよ。よかった。じゃあまた連絡します。待ってます。じゃあおやすみなさい。おやすみなさい。Goodbye.
别之后，我一个翻咗屋企，情况就系咁样啦。微妙，我觉得咁样应该算系有啲进展。好，不过我就想知道对方嘅朋友点样谂啦。同啲咁嘅人一齐，一定换死。但系你系咁对住佢笑，都俾翻少少面人噶。咁又系，如果你用我比分咧，我做得比中下。佢不断咁笑，对我嘅印象应该唔错。微妙。关键系呢个朋友点睇你同爱马仕嘅交往？老实讲啊，你同佢真系完全唔亲啊！我同佢又唔系要拍拖，但佢摆明就系想追你啦。吓、啊，你冇理由睇唔出噶。我中意你呢几个字已经作咗喺佢额头度啦。唔好讲笑啦。总之我好肯定呢个人系中意你啊。唔系啊，至少我知道佢呢个朋友唔抗拒我哋见面，佢仲笑我哋相处得好好添啊。微妙。最大嘅问题系。爱马仕会唔会有男友或者其他人追佢？老友，你住喺架车度噶吓？系。首先要起佢底，睇佢有冇男朋友。而家最重要嘅就系积极进攻。唔好讲咁多，打电话俾佢，等佢知你认真嘅。我都系个女仔，你哋可以试下 send email 啊 ，send email 应该比直接讲电话少啲顾忌噶。你可以话。今日真的好多谢你啊！下次又拣边间餐厅食饭？为咗可以更加容易了解对方，不如试下 send email 啊！不如我哋交换电邮地址啊！点啊？交换电邮地址？佢对于你嚟讲，只系一只宠物吓、啊，宠物系医唔好你内心嘅创伤噶。点会呢？山田先生佢就算你同佢一齐，都唔可以令你忘记那嘢。我知道是那嘢令你一直不够胆再拍拖的。是我介绍你认识的，这件事我都要负责。等阵啊，根本就不关你事。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衰人讲大话，你才会受伤。一起两年我都竟然察觉不到，我还可以怪谁？而家就算我点样闹你，都系冇意义噶啦。好啦，你保重。讲嘅，或者有人觉得咁嘅大话只系好小事嚟咧，可能我呢个人天生就冇男人运啊！你个咩收埋你自己，唔可以解决问题噶，你一定要冲破障碍，要勇敢啲面对将来，唔可以向命运屈服噶，知唔知道啊？嗰部呢一个。是朋友 A 给你的忠告。好啦，艺袍对间啦。喂，咩事啊？我咁夜揾你，唔好意思。唔紧要，
其实我都啱啱想搵人陪我倾下偈。原来系咁嘅，我今日真系好多谢你。傻啦，应该我多谢你先啱嘅。不如下一次又拣边间餐厅食饭啦。系，山田先生。系。你咁样收埋自己系唔可以解决问题噶，你一定要冲破障碍，要勇敢啲面对将来。搵一日你带我沙滩玩啦，好唔好啊？其实我期待住呢一日嘅。系。但系系倾电话唔系唔好，但系用文字倾谈。我嘅意思系，除咗倾电话，我哋可以试下用其他嘅方法嚟。我攞到佢嘅电邮地址啦！住，即刻声封俾你。佢唯有唔住即刻声封俾我，收到佢嘅 email 啦。期待欣赏山田先生滑浪嘅英姿。长情 ，keep on。之前我都讲过啦，因为有少少误会，令佢以为我平时中意滑浪。你点点噶？话俾人知自己唔系个饭啦。滑浪喎，讲笑咩？我梗系唔掂啦，而家点算啊？而家唯有靠你自己嘅意思做啦。等我传授你滑浪嘅速成品啊！咁又唔得嘅。唔会嘅，我咁冇方向感都考到车牌啦，而家嘅电车一定得嘅。企到上嘅板啊，一定冇问题嘅。只要扮到懒系高手咁就得噶啦。云念上面一定边日要挑战自己啊！等我哋帮你搵齐资料，跟住再俾啲意见你。你哋真系好啊，多谢你哋，我一定会努力嘅。我都期待呢一刻嘅。来临。好啦，扎稳马步。令到起身坐低嘅奥义，起身坐低，起身坐，唔可以忘掉脚，一定要望住自己前进嘅方向。Hello 下，好嘢喎！咁快写咗份报告，你喺度摇乜嘢啊？冇嘢，冇嘢。钢产业啱同我哋签咗份新合同啦。上次同佢食饭，你做得好啊！对客一定要 hard， 要将心比心。总之要有诚意。唔该晒嘅。用你嘅诚意将佢心打开。活水个仔个身要直，学哥快 ，kick off 要快很准，只要你企到起身就会成功噶啦。停啦！哦，想平衡到就要有技巧咁样摆动双手，明白吗？好啦，摆动双手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，快啲摆动，用力。用力，用力，用力！
用力，用力！你究竟要练紧乜嘢啊？唔好误会啊！挖浪啊！同你好唔衬喎。系咧，你用开咩板？用长板。系嘅，初哥用长板好啲。啊！及川先生，唔通你都识滑浪嘅？我喺夏威夷嗰阵咧，系滑浪高手嚟嘅。原来系咁，几出名。如果遇到高手，就要好好把握机会加以吸收先得啦。你做咩？好好观察，加以吸收。你搞咩啊？先生，过嚟。系。喂喂喂，寻日点啊？你话嗰个沙田僵尸？我虽然唔知道你有咩期待，但我可以话你知呢个人唔掂。沙姐同我嘅结论都系一模一样。哎呀，呢个人有啲咩唔妥啊？点讲好呢？佢份人系好认真，做普通朋友嘅话系唔错嘅。佢对人好温柔，但系就好唔实在。系就系几老实嘅，但系点睇都有问题。佢又唔算衰仔，点都得暗恋女性激情。算罢啦，细。send 个 mail 俾山田先生先。咁我死梗咯。你都觉得系啦。不过那间公司咁样，我都谂住走噶啦。但系点讲得太快？我都知道我做得太过分嘅。你讲紧乜嘢啊？我哋讲紧乜嘢啊？我哋咪讲紧咩时候先适合俾佢睇下点滑浪啦、啊？你咁嘅款都识得滑浪？唔系，正确嚟讲，应该系话我好快就会识得滑浪啊！哦、啊，你做咩啊？我面对紧我呢生人最大嘅危机啊！最大嘅危机？冇错。我搭上咗以前嘅副社长，点知原来佢有老婆噶，我而家都唔知点算。搞掂、啊。等阵啊！哦，辛苦小姐啊，即系你唔好擅自帮我复人哋啦，你叫我点推人啊？做人踏实啲，唔识滑浪怎可能死冲啊？而家点算好？小妹仔，辛苦了老细。吓、啊？要你等咁耐，唔好意思。呢款就系用各种蔬菜鲜榨而成嘅特级健康饮品。哇，真系好靓啊！系啦。你嚟系咪有事啊？梗系有事先嚟啦。老板有事出咗去。胡忠先生唔喺度咩？搞咩啊？唔通你真系即系嚟揾我？呢件事的确系同你有关嘅。咁系咩事啊？不如你搬翻嚟屋企住啊？吓？如果你做唔到，起码都得闲翻嚟坐下。做咩突然咁谂啊？冇乜嘢，只系想你间唔中翻嚟见下我哋啫。沙织，沙织系你啊！真系你啊！和泽先生，真系讲都唔信啊！你已经咁大个女噶啦，和泽先生，你都冇咩点变啊？啊，系啦，上次我哋几时见嘅话？七年前啦。系啊，唔怪得你唔同晒啊！好多谢你肯请启介做嘢。傻啦，系我主动揾佢嘅，唔好讲住啦，入去坐阵啦。嗯，入边有好多客人。下次先啦。系啊，系咁，不如呢个星期五晚啦，我哋嗰晚会搞个开张酒会，你都嚟啊。咁我唔同你客气啦。哦，我等你咯。我走先啦。好，星期五见。睇住嚟，沙皮加沙皮加，只可以我无意的，何必大舌大脸，要做我的依家。点解你要嚟咗一齐唱埋？呢个时候啊！我哋应该细心欣赏武田花梨嘅歌声啊！出乎事啊！你都知 Mina 嘅名，即系 Mina 大家嘅意思，亦即系如果唔系一齐参与嘅，就会冇咗个意义噶啦嘛。
费事同你癫啊！真系事啊，借你去厕所用下。系，阿刘啊，山田士啊，如果有 Mina 嘅 kiss 带头，我可唔可以嘴落你个 mon 度啊？绝对唔可以。我一早已经讲明，我系武田花嚟嘅拥趸，多过 Mina 拥趸啦。我一向都净系对声优有兴趣嘅啫嘛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！咩啊？楼下有个好可爱嘅女仔啊！我呢度净得妈妈同妹妹系女人，但系我妈妈一个月只系翻嚟瞓一晚啫。咁即系你我妹？原本时候你成块面都红晒喎！你同你讲乜嘢？我不嬲，只系对声优有兴趣嘅啫嘛。尽量跟紧啲啊！系，系咩嚟噶？网路独男专区啊？咩话？今日我要去海滩，好咁实习下。我要将咁多日模拟练习嘅成果转化为实质嘅成就。咁先似样喎，唔相信自己，加油！祝你战无不胜，好心急想知你训练嘅成果，可能一年就已经企得稳咧。好啦。我做唔到啊！我唔想再练啦、啊。你今朝嘅热情同斗志去晒边啊？系咁，星期日你点见人啊？你决定放弃啊？只要肯努力，一定掂。但我已经试过好多次，都系唔得。我始终只系一个净系识电脑嘅秋叶男，我而家点算好？嚟紧嘅星期日，我哋系咪会出嚟啊？点算好啊？男子汉要拎得起放得低，不过好彩你都算系反应得早，都系即刻老实话俾佢知，向佢道歉啦。其实你根本唔使咁烦啦，就当系讲笑算数啦。做唔到都冇办法讲，唔知爱马仕会唔会嬲咯？咁就要睇佢点道歉啦。到底点样道歉先至啱啊？已经尽咗力都系唔得，用最大嘅诚意向佢道歉啦，咁先系电车啊嘛！唔道歉，爱马仕都唔会嬲嘅。唔道歉佢一定嬲，啲碎料嚟啫，冇事嘅，放心啦。我都觉得爱马仕会笑下之后就冇事，真系会咁样？唉，就咁决定啦，听日我会向佢道歉。电车，你咁谂就错啦，你已经对爱马仕讲咗大话，唔识滑浪应该早讲俾人知。你咁样做唔知系欠缺诚意，仲出卖咗人。真系咁严重？你最大嘅优点咧就系老实，所以讲大话咧就成为你嘅致命伤啦。电车有啦，我讲大话，呃咗爱马仕，呢个可能系事实，但系我真系唔想咁做嘅。而家我应该点做啊？咁系啊，再唔谂办法补救，就会变成真正嘅大祸。只要你三日内学识滑浪，咁啊乜事都冇啦。唯有搏命得分啦。如果成功就唔系大祸啦。不过系咪咁易学得识啊？奇迹会出现 ，unbelievable！ 一于去准啊，电车。
我而家明白啦，我一要将大话变成真实啦。星期日照原定计划，希望嗰日会好好天。唔该你啊，求你喺三日之内教我学识滑浪啊！啊，请你帮下我。三日之内，我哋唔使翻工啊！呢一层，你绝对唔使担心啊！请三日大假，而家公司咁忙，你竟然想请三日大假？你系咪演命长啊，山田？咦，咁快走啊？系啊，仲有嘢要做嘛。嗯，你喺边度识到英正先生噶 ？Homestay 嘅时候，佢系我邻居嚟噶嘛。计下都住咗成五年。嗯，嗰阵我哋当正佢哥哥嘅，所以就请埋契介做嘢。摆个靓仔喺铺头度，人客都会多啲啊。你当我系招财猫，呢样都系你嘅才能喎。诶，不过英正先生都系一位好出色嘅店长啊。你好嘛，外观月月子，今年23岁多啲，三张啊，冇讲笑啦。哦。不如我哋过嗰边。好，多谢上面喎。多谢你请我，今日大家都好开心。嗯，除咗一个人咯。唔好意思，呢啲咁嘅场合我唔系好习惯。嗯，既然系咁，我哋出去行下。啊，奇啦，唔见嘅喂。唔见乜嘢？见到话你知啊！你翻嚟日本嗰阵有咩感觉？有咩感觉啊？咪系咩感觉都有啲咯。系啊。做乜嘢啊？嗯。启介系咪讲过啲咩俾你知啊？嗯。他说你跟个有妇之夫拍过拖。沙姐，找到了。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还未习惯洛杉矶的生活，成日找我聊天的。好怀念啊。第一次遇到你，你就是拎着个听筒很大声地喊，当时你只是初中生的。当时我很寂寞，很不安。我记得和哉先生站在我后面看着我，虽然明知个电话没接通，但你都很耐心地等。嗯，有这样的事吗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等一阵啊。就是那个有妇之夫啊。有事开门见山跟他说啦。唉，不想提起呢。
我绝对唔会饶恕讲大话嘅男人。你仲记得啊？梗系啦，哥哥应该睇住细妹噶嘛。我足足同你行咗两年，后来仲向我求婚，仲问我想生几多个细路，喺度计划紧我哋嘅将来。当时我真系俾佢呃晒，你话我系咪好傻啊？来呀、啊！我已经对你死心，以后唔会再挂住你啊！我会好好振作，我一定会找到幸福的。唉，沙姐，太斯文啦。你这个没良心的贱男人，听住，你是不可能得到沙姐的心的。你竟然伤害了我的妹的心，还搞到她喊到猪头，你真的很大胆。你听住，贱男人，你够胆伤害女人，我砸你们等到东京湾。轮到你了，我憎死你一生人，我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你啊。大话精，正一大话精。好错啊，说得啱啊，正一是没用的大话精。正一是没用的大话精，没用的大话精。你都算巴闭我想讲出来都不会有人信。估不到你会一次都站不到起身。我已经尽晒力了，大老实说，我就是很怀疑我这样挑战奇迹是不是很傻。我唯有这样问自己。我想爱马仕一定会明白你的感受的。我觉得老实跟他讲，向他道歉才算是有勇气。真的不得的话，逐回来喊吧。我曾经讲大话伤害了一个女仔的心，后来当我失去一切，我才发觉到原来这个女仔对我来讲是几咁重要，但已经太迟。所以我不希望电车里又犯我曾经犯过的错。其实识不识滑浪根本不重要，但是千祈不要做一个讲大话的人。最重要的就是认真地问自己，爱马仕有几重要。不好意思，我写太多。
早晨啊，青山小姐。是我自己整的，阵间食啊。系，真系好多谢你。真神，你已经对外貌事讲咗大话。你最大嘅优点咧就系老实，所以讲大话咧就成为你嘅致命伤。再唔谂办法挽救，就会变成真正嘅大话噶啦。最重要的就是认真地问你自己，外貌是有多重要。好对不起，其实我完全不懂玩我，对不起，我对你讲了个大话。大话？其实我在第一次同你吃饭的时候就应该告诉你 Net Surfing 只不过上网看网页玩 Chat Room。 我感激你，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道歉。嘥钱买滑浪板和保护衣，而且仲搞到自己成身伤晒，净系睇你身上嘅伤，就知我俾咗几大嘅麻烦你。其实应该是我讲对不住。
一切都是我，是我自己糊里糊涂糊错了意，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对我说大话。情形就是这样，我要再讲多一次，好多谢你们这么多位。这份是我们找回来的人才名单。哦，辛苦了。请继续支持我们。啊，我解释一下这份名单的内容。这个田中是最近找到的人才。我们不是说什么时候才适合，给他看看我怎么滑浪。请你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。我会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的。翻佢先，暂停。喂，跟住嚟紧嘅系流行人形。我去买士兵品，我起穿你个底咋？千祈唔好叫余泽续去复试。